台中花博有三大展区各有特色亮点，其中位于丰原的楷模创生馆，除了展示四家台中在地企业的创业家精神，也是展区内首座推出抽奖活动的展馆，寄出了周周抽韵律椅和清新温泉饭店住宿券等多项好礼。这天举办首次的直播抽奖活动，也鼓励游客到花博，千万不能错过这项好康。来，第一位是我们的郭婉琪小姐，丰原区。从一整箱的摸彩券中抽出幸运得主，抽奖活动也进行直播，要拉抬网路人气，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围观。除了能够抽高级饰品，还有五分钟就能够搭好的快速帐篷，以及清新温泉饭店住宿券与雾峰高尔夫球场击球券的好礼。各家业者还会不时加码，让抽奖更具可看性。规则是要去盖那个章，以完成以后才能闯关，最好是拿那个按摩椅最好的了。已经抽出所有这一个礼拜的大奖之外呢，董事长每周还有加码送，我们已经多送了一份雾峰高尔夫球场的击球券，欢迎各位好朋友莅临创生馆。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价值一万多块市价的一个精美礼品。分别是我们 MF Select 西部的牛仔饰品，以及我们露露雪旅自创品牌的女性银的饰品。你在创生馆这边，你有完成我们的任务，然后呢，你抽中了我们马赛的活力健美机。活动最后压轴是抽出价值12,800元的马赛活力健美机，更直接拨电话给幸运得主告知喜讯。台中花博丰原湖墩展区的楷模创生馆，由清新温泉饭店、金瑞银、欧都娜和光裕金属四家台中在地产业共同打造而成。业者们更推出周周抽大奖的活动，每个礼拜都将抽出总奖值近50,000元的商品。每一周会由欧都娜公司独家来提供这个我们2天1夜的欧都娜山野度假村的住宿券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后面这个4到5人的快速帐，每一周会抽出幸运的2位得主。这次直播抽奖里面品项最高的活力健美机，它的功能就是透过垂直律动的方式呢，那能够帮我们的人体达到气血循环以及体态雕塑的效果。来楷模创生馆抽好礼。民众只要到花博丰原葫芦墩公园的第4区，并拿着景点单到创生馆、主机馆等多个地点搜集印章，并到粉丝团按赞与上传照片，就能够参加抽奖。业者也邀请大家一同来赏花博、抽好礼。记者林云轩台中报道。